是比较香的吗？对啊，是蓝记那个、不是哦？不是，就那个 Marugil 黄酒哦哦，那个不便宜，其实用一点，用它用一一点点点点的的，量就够我是，哦哦哦，因为它很会冲了，把子吸的，你就是有力，而且它不用太大就很会冲。肥呀、啊，黑格啦，淡黑水格黑的格黑啦，格的近亲，哎呦，小弟弟，淡水黑格。我哩嘞，然后你再走，小金牌啦。苏寮现在那边也不好钓啊，苏寮那边啊，哎，阿福啦，这鲫鱼，阿福哩嘞，哎，那你说，啊，哪东西？黑黑的、哦，黑黑的阿福啊，黑黑。啊，那里要排水之后比较好钓，我太深反而不好钓。拜拜。有没有看到？没有给你胡乱吧？对，肥的嘞，第一条给它钓到肥鸡耶。我昨天没有钓到这一种的，昨天钓到比较偏白的，今天钓到金黄色的。猛子接放哎，嘿，放。这边钓比较不会像去后龙钓那么难过了，后龙就不稳定，往后走吧。对呀、啊，不然那个点真的很漂亮，环境真的很好，要等天气稳定一点再去。这也被抓包过啊。我、哦、这顿点的真水，哎、欸，拍者，你看这个比较长，啊、比较好了。没有，因为是左手，哦、左手持竿，所以忘了把网子放在左手。没关系啊，就用这个就好了。可是哦，这一种网子是不错，但是收应该不好收吧？收，就是收起来啊。哇、哦，好可爱！自己这样丢，好像有点那个网子旁边软的吧？会被伤到它的鳞片，应该还好。这个不会，不会。另外一种的就会。啊，较等下，把鱼仔抓去阿伯阿爸，阿伯林刚去钓讲，哦，伊唔知最近煮来偌济咧，我拢早上去食，还偌甜咧。阿伯会抓哦，会阿伯会抓回去，我都跟他讲说阿伯唔好抓，但系我拢去别位钓来，你抓恁互恁阿哥食，你是要甲恁阿哥害死啊？伊讲我紧来食潜水，食食都无得。吼吼！可以说飞起来不信，也有鲫鱼，可是小的嘞，而且它不是正吃，打到下巴。嘴巴是有在吃料。好，我决定用小钩一号。哦。就会接了哦。有打到哦。我钓无小金牌了，有无？啊，你讲这，就是这个光。这是鲫鱼啊。来。绝对鲫鱼，用讯号给炖两下。哎、欸，来来来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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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这一条是母。丢了，好可怜。你拖得回来吗？我拖得回来了。不知道你拖过来的话，草应该不弄得到了。这有是不好大草呢。有什么草？我手机啊！啊！规脏的。嘿，规脏的呢？我给你先去搞搞了。等下再拉起。你安尼袂使啊！水底给人抠起来。这是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困扰我这只。放那边。断掉了，我要丢了。好。又喷到水了。喷到水了。有喷到你吗？没有。谢谢。
不喜欢再去永安那边放的原因是永安树枝牙开了，我天哪！哇，小金板，该小金板赶快去头了。永安那边有些人会抓鱼。啊，没在吃，是 OK 啦。那边人都吃米锅鱼。其实外劳也不大会吃鲫鱼，因为他们觉得鲫鱼刺很多吧。对啊，符合他们的需求。啊，哦，小金牌，小金牌跟鲫鱼混在一起，一样的讯号有没有？嗯。哦，要继续继续。哦，是天有效。小金牌哥，小金牌哥鲫鱼混合体有没有？小金牌鲫鱼混合体出来啊！小金牌，哦，捞到小金牌，捞到鲫鱼，小金牌跟鲫鱼混合体，万岁！金牌鲫鱼。注意哦，抓高，抓高，大摇对，啊，光都中了。最近没有在播了啊，是哦。最近少，很少看到他有在播。OK， 太等，再放时间搞好。然后今天吃比较晚一点。没感觉，差不多了。对。唯一的缺点，小金牌太多。哦，我们，行业哦，鲫鱼啊，鲫鱼啊，因为什么？你中大部分都是两钩中，就是背也中。拍影片了，那个不知道是他好像是小琉球那边钓的，是不是叫阿正？不知道，好像是阿正吧，忘了。就感觉，如果是阿正，那个是屏东人的，是哦。他专门开船的吗？还是专门办那个的？办那个去那边钓？他会邀团。邀团去那边了。对啊。
哦，飞鱼哦，真不行啊，你欺负小鲫鱼。这个不是小鲫鱼啊，还有更小的，金鱼还更小。扫到可怜嘞，还无耐心来烤嘞。哦哟，哦，枪嘞，哎呦，等起。哦哟哟，钓获手不寒。我去！哇，还可以哦。有哦。小金牌，我的小金牌啊！哎，小金牌。小金牌啦，唔当哦！哎，鲫鱼哦，哎，等等嘞。怎么吃这样子？我也搞不懂。OK， 任务达成 ，complete。好吧，不错，可爱的鲫鱼。今天跟阿光来这边钓，还 OK 啦，有放就如上。就是鲫鱼没有说很连续，但是还不错。就是目标鱼都还是有。小金牌爆鱼，后来就两个人讨论，慢慢修正钓法，状况就还不错啦。好啦，下次有机会来这边钓吧。如果来这边钓的话，垃圾记得带走啊。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